姜涛在3月的时候曾经透露自己即将会飞去美国，当时姜糖都以为偶像要去当地参加芝加哥亚洲跃动电影节，不过最后阿妈有了第二个剧组表示未有派员前往的打算，而且姜涛由于拍新剧季前赛，早前生日更加推出新歌，美国之行就似乎不了了之了。不过姜涛日前又再在 IG 透露会飞去美国，连队友 Stanley 都连续留言4次拜，难免引起姜糖讨论姜涛去美国的目的。如果照现时美国和香港的防疫政策，姜涛就算留在美国一个月都赶得回香港为 Mira 的红馆 show 做准备。不过当地疫情仍然严峻，港府分分钟又会实施熔断机制，有机会影响姜涛跟着落嚟在香港的工作安排，令到姜涛好奇美国之旅的必要性，亦或是姜涛是同上次一样只是工作太累，表达好想可以休息飞去美国呢？